跨国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可以感同身受彼此的文化。像今天我们做的活动是蛮有趣，是因为把很多不一样的人带来一起合作，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创作。今天的工作坊是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发声跟分享他们的故事给我们台湾朋友们。他们做的一些作品啊，像影像这种东西，也是其实对我们台湾也很非常好的，因为可以让我们国外的朋友们可以更了解台湾的文化。因为在这个时代，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可能这个故事是3分钟的影片，然后中间有人跌倒，他把跌倒先放在前面，让你勾引你了，就觉得后你进去了，就会想要看。然后这个蛮重要，你们若是做有 group 的话，我之前我拍影片，虽然我大概就2-3个。我觉得今天非常特别的是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现在常看在媒体会看到的大家分享都是在出去玩的东西主题，可是因为今天来学习这个拍片的部分，很多是因为是移工朋友们，他们是不是来台湾玩的，他们是已经住在台湾蛮久，然后还会讲中文的，其实都跟一般我们看在出去玩的那种 traveling 的影片其实不太一样。如果之后要拿来多 share 一些台湾的文化，这种东西其实是最好的，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比较有价值，这东西可是看到他们今天找的一些主题啊，然后自己 share 的一些部分，跟我有一些也没有想到的，我觉得很好玩。今天然后别忘记，你们有一些的手机是有慢动作的，你要拿来玩也可以。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玩，你也可以放一个你不动的放在这边，你先拍一个长镜头。像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大部分剪接只有3个动作，一个是 split or cut， 然后第二个是 trim， 就是等一下我再解释，然后有 insert， 就是要夹在中间，这个 cross make 可以 cross dissolve， 然后点的时候要在动作的中间，所以如果我现在跑步。现在短的影片很流行，然后因为我还在上学又要工作，也没有那么多时间，那可是我就可以知道一些，可能我可以用30秒内拍出一个今天的一些回顾，然后我就觉得很棒。刚好就是我们是2组一起，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大家互相可能有一些画面我没有拍到，但是他有录到，所以我们就可以互相分享那些影片，即使我们拍的那个就是要做的影片的主题不一样，所以还是可以就是有一些影片可以用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对，慢慢一个一个做，我对着音乐。因为我在这边，因为不一样的，跟那个台湾人跟也是印尼的朋友，所以我希望可以学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也可以认识的很多的朋友，台湾的朋友啊，也是感谢你们，是因为对我们也是很好。所以我们先把它听完讲话，种植嘛，对。好。